15年前的今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颁布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又制定基本法嚟落实一国两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觉得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基本上是未曾真正落实的。基本法如果重要的条文，你有一两条落实不到呢，你怎可以说它落实？有些人在一国两制之中就比较重视一国，有些人比较重视两制，咁所以好难去讲话基本法嘅精神有冇得到完全嘅落实。香港特区依基本法嘅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立法同埋独立嘅司法权。而家我哋见到嘅情况，基本法原构思喺香港咧系唔可以得到落实，因为我哋见到咧，即系中央干预香港事务咧。而家係既深且明顯嘅，係屬於特區自治範圍嘅空間咧，仍然咧都係自己香港嗰度去解決嘅。咁但係咧，即係去到中央同埋地方嘅比拼，如果你話要比拼咧，咁一定係即係中央係佔上風嘅。中英两国领袖在1984年底正式签署联合声明，确认中国在97年收回香港管治权。半年后，双方派代表成立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为未来香港特区制定小宪法。基本法咨询和起草过程前后历时4年8个月。97年7月1号，特区政府正式成立，基本法随即生效，成为香港最重要的宪制文件。回归初期，市民普遍对基本法认识不足，条文的宪法地位仲未稳固，基本法中的承诺已经开始受到考验。1999年1月29号，终审法院根据基本法第24条裁定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有权来港定居，但是特区政府不满裁决，主动寻求人大常委会释法，界定拥有居港权的条件，最终推翻终审法院的裁决。99年释法一役咧，对于香港法院嘅自治咧，系造成咗不可弥补嘅冲击。喺终审法院嘅头上加多一层上诉嘅机制，这个并不有利于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嘅贯彻同埋落实。在人大释法4日后，600个法律界人士破天荒进行沉默游行，抗议人大释法损害香港法治。人大常委会有在某些情况之下行使个释法权咧，这个我觉得并不是话一种嘅对于香港法制的破坏，而只不过是一国两制的法制运作的其中一次的事件。释法这个制度是基本法所建立的，那无论是即是我们香港人士法律界是喜不喜欢这个制度，我觉得都是需要接受这个制度 的权威性。这本就怎样实施基本法23条的咨询文件，特区政府在02年9月推出内容极具争议的基本法23条咨询文件。咨询文件咧，你话够唔够清晰细致咧？吓，我谂见仁见智嘅。基本法第23条规定，特区政府要就国家安全条例自行立法。基本法冇写明立法期限，不过民间对条例草案内容同立法期限意见分陈，而特区政府拒绝以白纸草案进行咨询，强行要在03年7月完成立法。
反對廿三條，反對廿三條，反對廿三條，反對廿三條。廿三條一役咧，你可以話有一個比較正面嘅信息出咗嚟咧，就係、是、香港人咧比較認真地去睇一睇本基本法。咁呢個可能係一個客觀嘅效果咧。咁但係為咗呢個效果，可能我哋付出咗一個好沉重嘅代價。就是包括香港內部的分化、內耗，以及香港特區與中央人民政府之間產生了一個互不信任，以及呢個溝通上的鴻溝是挖深了很多。今年1989年將會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時刻，因為基本法的最後一次諮詢在今年結束。基本法内有关政治体制部分，例如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由起草到拍板以至落实，整个过程一直最具争议。根据基本法规定，要修改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选举方法，最快要等到2007年。高度自治权，我们起草的时候就曾经想给他下一个定义，什么叫高度自治权？但是后来啊，讨论来讨论去呢，就对这个定义不好下，啊，不容易分清楚。基本法里面规定属于中央执行的权利，中央一定要履行，啊。批准政治体制的发展，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批准，这是中央的权利吗？中央不能放弃这个权利，一定要管，一点也不管，那我们收回香港干什么呢？真改革现在，争取领导人的重视。那么，在这个政治讨论当中，有一种声音，有把这场政治发展的讨论引向偏离基本法的方向的危险。在这样的情况，上年四月，人大常委会终于主动为普选释法，否决香港在2007-08年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基本法中高度自治的承诺再次受到质疑。在基本法的限制地位还没有牢固，在基本法的规定还没有全面落实的情况下，或者说在一个连限制性法律尚未得到应有尊重的社会里，在政治体制上做出激烈的变革，其负面的效果是可以预计的。如果2007-08年就实行双普选，明显偏离了基本法规定的循序渐进的轨道，是不符合基本法的。其实我们坚持的东西就是他们已经答应了的东西，就是咁多啫嘛，但系问题就咁啦，佢已经转咗啦嘛，所以你坚持佢应承咗你嘅嘢咧，已经唔啱听。基本法起草时候当然系有考虑过，就系尽量系将啲大原则即系比较粗嘅写出嚟，但系就唔系话好细节嘅规定。基本法实施嘅过程之中咧，确实出现咗唔少系即系原本冇预测过会出现嘅，或者基本法里边亦都冇写清楚嘅问题。咁即係就啲問題點樣處理咧，有唔同嘅意見咧，或者甚至中央同香港方面有唔同嘅睇法咧，都係好正常。我經過慎重嘅考慮之後，今日向中央政府提交咗辭職嘅報告，並肯。上個月初出現董建華辭職事件之後，鏗昌集委託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進行民意調查，結果顯示。被访市民认为自回归以来中央政府有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占34%，比起过去四年在回归日之前做的民意调查，数字正逐年下降，五年间跌幅接近一倍。政府成日话落实到，但系咪真系落实到？我觉得好有疑问。成日讲紧，成日都要释法咧，喐啲又释法咁样咧，成日都系大陆去决定，咁可以一国两制好受到影响咯。
要成功落實基本法咧，唔係一個人嘅事，而係成個社會嘅事啦。大家都欣賞呢一個成果，咁先算係成功落實。對於我呢啲咁嘅小市民冇乜所謂啦，咁唔知咧有飯食有工開就 OK 啦。我覺得香港人唔應該放棄，香港人應該繼續立足於自己嘅核心價值，為咗保護香港固有嘅制度，包括法治精神，包括我哋制度化嘅管理，包括我哋活躍嘅公民社會，多啲參與香港事務，亦都把握每一個機會同中央多啲溝通。基本法第十四条，根据基本法第106条，我哋嘅收入，基本法系香港特区嘅小宪法，虽然实施接近八年，政府近年又大力宣传，但系市民对其中嘅内容依然好陌生。铿锵集上个月委托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做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接近一半受访市民自认唔了解基本法，认为自己一知半解嘅有48%。觉得自己了解的只有3.9%。我对香港政治比较失望，所以我不会理解这件事。就算你有本嘢给我在这里，我都不会拿来看，所以我觉得很深奥这些法律的事。当你如果不去 concern 那件事，就不会掂，不会看的。基本法第114条话，电视的宣传固然是用推动基本法，最终是翻入的学校是最彻底的。九七回归之后呢，好多嘅事件咧，都係涉及到基本法。借呢啲事件作為一個生活嘅一個題材嚟講咧，同學生去討論基本法。基本法係賦予香港司法獨立，但當人大釋法之後啊，香港法律就會被干預，以致到有雙重嘅標準。如果法律面前有啲咩唔平等，我哋可以用基本法第25条作為理據去申訴，去申訴政府。李伯斯喺呢間中學教公民教育。虽然他是法律系毕业生，但是应该怎样引导学生分析和判辨近年有关基本法的争议，他都觉得很困惑。学生就很简单，什么就是是是非非，他们没有灰色地带的。我们的矛盾也是说我们做老师应该怎么教呢，怎样去中立一点呢，给他们一个空间去自己去想，自己去讲。我想这个都是暂时一个公民教育老师唯一可以的出路。上个月中，曾荫权接替辞职的董建华出任处理行政长官，新的特首选举按计划会在7月举行，接班人任期问题亦都引起怎样诠释基本法条文的争议。行政长官的任期是2年，是以填补董先生余下的任期。要话咧，你由53条去睇起，53条嗰度咧有讲到行政长官缺位嘅时候咧，就要照45条咁样样去做嘅。而45条跟住46条咧，就系讲俾你听行政长官嘅任期嘅，所以喺基本法里面嘅条文一向好清楚。我同大家都一样，睇见46条咧，就以为啊，当然系5年啦。但系经过攞当时有关嘅资料，我哋觉得咧就系嗰个剩余任期咧，呢个系对嘅。老师成日同我哋讲读书系为咗明辨是非，但系听嚟听去听咗咁多次咧，都唔知边个系是，边个系非。到底2年是啱啊，定系5年是啱呢？你是赞成释法啦，定系坚持翻香港嘅司法制度应该揾翻佢嘅原意目的咧？若果系真系人大释法系为咗厘清翻呢条法例嘅有啲模糊嘅地方嘅，咁系可以用咯。但我又惊佢系唔系都用咯？系国家嘅宪法都有修改，中国自己嘅宪法都修改咗好多次啦。点解唔可以喺香港用翻修改基本法嘅方式，而系用呢个释法嘅方式呢？咁你变咗乜都得，咁点可以嘅？人哋点服呢？我就觉得，如果系释法系需要用嚟去补充呢个法律，即系好似修改呢个咁嘅角色嘅话咧，最好就系仿照修改嗰个程序咧，系喺呢个解释嘅草案酝酿嘅阶段咧，都有多啲嘅咨询，多啲嘅讨论。而家就冇，而家就係、是、解釋嘅草案係冇公布，亦都冇一個諮詢嘅過程，咁呢個就係即係佢係
不如修改的过程的地方，因为没有了民主的参与。根据基本法第159条，只有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香港特区政府先有权提交议案修改基本法条文。不过特区政府如果想提出修改，先要得到三分之二港区人大代表、三分之二立法会成员和行政长官的同意，之后再交给基本法委员会研究，最后经由港区人大代表向全国人大会议提案。在双方现在不是很信任的情况底下，提出修改或者将修改基本法形成一种好像惯例的形式，其实可能对香港是不是好事来的，可能我们会得不偿失的。我会看到呢，香港人一定要学习怎样 去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怎样去沟通。即是你如果学不到这样东西，即是他不信你的话，即是你真的争取什么东西呢都不得。梁美芬80年代在北京跟内地著名法律学者兼前基本法草委许崇德学习中国法律。但是你要记住呢，他讲的是全国性法律，他没有讲到。回来香港之后经常出席讲座、开研习班推广基本法。他认为回归以来很多有关基本法的争拗都是出于香港和中央之间欠缺互信。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针政策相抵触。我諗你而家呢，就係香港人呢，就係有六四嘅情意結呢，就一路都唔信任中央嘅。咁中央呢又判断咗呢，特别譬如500,000人上街呀，好多呢啲嘢之后呢，亦都唔係好相信即係特区。而家大家睇返呢个基本法呢，就大家都觉得呢就唔係好顺眼嘅。香港又觉得点解当时哇俾咗个释法权中央。中央可能调返睇返转头，点解会俾咗咁大嘅解释权俾特区法院。即係双方根本係从一个唔同嘅制度去出发去睇返呢，而家大家都可能觉得哇当时呢蚀底咗啦，点解会同意呢条条文呢。咁根据基本法，香港法院喺回归之后拥有终审权，大部分涉及基本法条文嘅案件都以透过诉讼由法院自行裁决。不过法院亦都经常要处理一啲对社会有重大影响而且牵涉政治争议嘅案件，令到法院嘅角色越嚟越政治化。 Rule of law is a cornerstone of our society. In recent times, there has been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cases before the courts which have important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repercussions for society.Many cases relate to the constitutional guarantees of rights and freedoms which the courts must be vigilant to safeguard. A judge should not be deflected from this duty by considering what may be an expedient political solution. 即任何新的宪政的制度、宪制的文件在实施的过程之中呢，都会导致到呢很多的诉讼，而通过诉讼就累积案例，咁呢啲案例呢就构成咗呢个即係宪法性嘅文件嘅一啲即係权威嘅解释。咁喺外国就有好多嘅呢啲例子囉。咁香港亦都冇可能係脱离呢一个嘅一个好正常嘅，即係通过宪制嘅争论啊甚至诉讼而去累积经验去建立一个嘅即係具体运作嘅制度。蔡铭熙20岁，本来同大部分嘅年轻人一样，唔关心亦都唔了解基本法。不过去年佢入读法律系之后，先至发觉里面嘅条文对香港非常重要。作为一个法律学生或者将来社会一份子，咁更加有个责任咧，即系话俾其他人听，原来基本法即系对我哋影响咁大嘅。2003年嗰七一大游行啦，咁有个电视台问一个阿叔，咁你而家仲信唔信呢个基本法？他们想两年废立，现在基本法那边是五年的。虽然蔡铭熙和这班法律系同学都认同要捍卫基本法，因为其中条文奠定特区的制度、市民的权益和中央对香港的管治方针，但是对于这一套经历了4年多才写成的基本法，他们仍然有很大的疑惑。
嗱，我覺得我嘅疑惑咧就係一國兩制呢樣嘢咧，一定會係法律層面又有，政治層面咧都有嘅。咁依家咧，我最擔心嘅就係變咗先政治後法治，咁就廢咯。而家咧，佢哋原來可以釋法咧，唔係一個司法嘅解釋嚟嘅，係立法嘅解釋嚟嘅。原來同埋原來一個解釋咧，可以係除咗澄清嘅解釋之外咧，仲可以係一個補充嘅解釋，就好似上次人大釋法咁樣嘅。咁會令到人哋係感到疑惑咯。第一樣嘢就係究竟我哋而家讀嘅法律，究竟我哋可以用邊一套去解釋咧？講到最後，我覺得最大疑惑嘅喺邊度咧，就係其實講我哋嘅自治嘅權限，即係我哋究竟嘅自治嘅權限去到邊度咧？我哋香港人本身可以決定嘅嘢去到邊度咧？十一前，政府將行政長官選舉條例修訂草案刊憲。准备后日在立法会进行首读二读。到今时今日的位置，这个释法亦都是在所难免。将这个基本法解释到体无完肤，这个基本法对于我们来讲是没什么意义的。最终要通过人大释法的话，那就要争取四月份。任何释法的问题呢，我们都会非常慎重行事。新的行政长官任期问题会不会引来第三次释法，令基本法的权威再次受到挑战呢？